二一之后呢，我们时间就开始计时。全场所有的好朋友在今天一大早哈，相信大家都精神饱满，而且呢，也是我们台上选手们的应援团，对不对？所以待会请你们跟我一起倒数，可以吗？来，现场哦，准备喽。好，倒数三秒钟，三、二、一，计时开始。第三届2024城市冲组赛总决赛现在呢进行倒数计时的70分钟，在这一回合呢，我们在台上呈现出来的呢是我们的六强的选手，每一位选手呢在今天早上9:30就定位之后呢，把这一次呢针对我们的冲组比赛这个使用的比赛指定用豆呢进行了每一组的不同的一个拼豆的这个配方比例之后呢，各位好朋友他们马上来到这个台上呢进行了非常紧张而且非常的兴奋又期待，希望呢带给大家的这一杯咖啡呢独具特色跟风味哈。